各位听过八宝冰？八宝粥，你家有没有生八个啊？八宝，还有八宝妈，哎呦，感觉，哎呦，有本点的，哇，24岁开始第一胎，来，老大属什么？属龙，在老二呢？属马，老三呢？羊，再来呢？你说错我也不知道啊，对对对，是什么妈妈福建的？老五呢？狗，老六呢？老八呢？老鼠，老八哦，没有讲错。来，生日第一位，第一位，12月24日，老二呢？平安夜，老二7月7号，老七呢？老七是谁？大家想一下，老七是谁？对，9月23日，老八，老八，8月26日。老公呢？老公还记得吗？老公2月17日。好，老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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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同一位。我不要乱问啦，喂，乱问。各位，哦，伟大，伟大，各位竟然还有9号，太伟大了。来，我需要多少体力？一二三，破！要求你跟他门脸啦。哎，横跨20年哎，你的第一个已经22岁了。啊，真的、啊！哇，哎呦，妈咪41岁还在生小孩，很漂亮，年轻妈妈哎。啊，你当时有以前少女时代，你有想过说自己会生这么多吗？没有，因为去算摸骨的时候是说3个小孩的。三个哦，啊，那个你可以去把那个算命的砸掉了吧。啊，东边边给他乘三，哎，你被乘三倍，三倍，拜托。可是他在关西很有名哎。我关西摸骨嘛，靠关西的哦。哦，好，你那么多孩子，你都记得名字吗？哎呦，不太记得，真的，9个怎么记？所以你，所以就是名字会叫错，所以我会用代号。代号怎么代？什么代号啊？就编号七、小八、小九、小七、小七、小八，好随便的代号。生气骂小孩时候还是会叫错，你这个小七，你这个小三，这样。生的顺利吗？都很顺利，一下就扑通就出来了，真的跳到市场是不是？很快，就是每一次只要一到医院，然后很快不用前后这样加一加，不用半个小时。哇塞，好厉害哦！生儿机器，这样真就变。哎，所以医生说你的体质是适合生小孩的，体质就是比较容易受孕啊。怀孕过程都没有不舒服吗？没有哎。真的没有，水肿腰还可以活蹦乱跳，然后旁边这就是我羡慕的妈妈。对，你小心一点，你那个动作不要太大，然后大家都比我还担心，然后我就说不会啊，我都很正常。哦，对，然后就是因为一趟，那怀得很好，也不用安胎，也不用什么都没有。那你要顺到多久？九宝十宝，我现在就是追到，就是一直在追平衡啊。然后因为我现在是你的男女比例，你要抓平衡。是男是女，因为我原本一开始是只要生一男一女就好了。结果因为就是先两个男的嘛。对，然后结果第三个妹妹，她的个性真的太像男生，我真的受不了。然后就想说生一个妹妹给她。跟你一样烟酒厂的。对，结果第四个又来了，妈妈，我来了。妈妈，哎，今晚我老三呐，我是妹妹呢。啊，没有。对，反正现在就是男是女啊，然后就顺其自然。还顺其自然，还要再顺。到35岁，未来如果这2年内有的话，就也 OK。十过来，如果没有就封肚了。风度，风度，人家风妈一样，因为怕老了话，35岁就怕那个之后就会你代谢会慢啊，然后怕会身体就会不好。随缘呐哈，对，九宝妈呢？九宝妈，如果万一再有呢？啊，我已经结扎了。哎呦，不会有十宝。啊，万一你老公冲破铁幕呢？我来去。他应该从外面抱回来。哇，九个，对啊，龙生九子有没有？啊，你这好生养吗？八宝妈这么好生养？生养其实没有哎，因为我生的时候还是就是剥虾也要生，就是出力的状况。是是。我生老五的时候，因为他很大只，所以那时候我在产台上，我跟那个医生说不行，我带没出来，因为他们也是有推肚子，都没办法。然后我就说我要放弃，你想办法用吸的，又或是全餐的。对，然后他说不行，然后最后还是把他带出来。哦，还是处于那种要放弃了，半放弃，我要放弃，你们就剖腹吧或什么。但是他不行，鼓励你继续。对，因为就是自然产才可以一直这样生下来。哦，剖腹不行，不行生那么多。是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伤口内部的伤口。没有没有，我一个朋友他也生很多个，他后来就做拉链呐。
大，真的哈，拉链呢有那么方便？阿爸生囝，来来来，对，这边拿出来。对，你们有领到补助金吗？有啊，每一个都要这样，1万啊。一个人1万，8万，对。为什么有1万啊？对啊，八个，你不知道要申请吗？我知道有，但是没有有到1万这么。啊，你要搬到桃园最多。哦，真的。哦，对对对，每个地方不一样。生育津贴。对啊，亲戚怕被借钱呐，什么意思？公在上面笑诶，我生白，我干嘛一定要救急哦？就因为那个，我亲戚嘛，就会觉得说，你没事，你又不是很有钱，然后你没事学人家生那么多干嘛？就是你就跟他讲啊，你公在上面，我生八个。我慢慢要成立堂口啊！哎，以后要回来，一笔一笔要回来，所以他们才会讲说，不要到时候养不起的话，就跑去跟他们借钱啊！哪有人讲这种话的？对，就很无奈。他嫉妒你幸福可爱，你搞谁？嫉妒，嫉妒哦！还有酒保的，我们连聊都没力气了，是是是，想到还好，最大22岁已经可以哦，照顾长姐如母吗？对，真的，他很辛苦，很辛苦。姐姐，那他也觉得自己的弟弟妹妹像自己的孩子一样。真的，他抱出去啊，跟他弟弟两个抱出去，哇，好年轻的爸爸妈妈哟！是我弟弟。对啊，怎么样？你真的有在外面撞外开？会，我因为我就想说，就是照顾9个嘛，就刚开始会比较辛苦，可是到大的，就是你看都已经长大成人，就是都有驾照了，所以别人说，哎，有时候需要接送，可能就是会分派工作，他们可以帮忙一下，轻松。对对啊，所以大的都蛮懂事的。你会联想到多么感人的母亲节。九枚，妈妈母亲节快乐，你讲过了，哎呀，妈妈母亲节快乐，有没有？哦，幸福，忙不过来，就是我生日刚过，就10月31，然后那一天真的小孩从彰化从学校飙回来的啊，然后也有从飙彰化回来，从彰化飙回来。飙脏话，从脏话飙回来。然后打工的那个赶快下班啊，然后就是全家聚在一起。太伟大，酒保吗？最崩溃。我们家的小孩通常都会在3、4岁时候开始戒尿布啊，对，然后小七就是拖很久。他的那个戒尿布的时间拖蛮长的，然后我有请哥哥，就是老五带他去上厕所，然后要看着他上，然后要教他，哥哥在都 OK， 可是哥哥一不在，完蛋了，那个厕所墙壁都是大便，然后地上也大便，哦，那叫挖粪图墙，对，真的是挖粪图墙，然后妈妈就要洗地洗一个礼拜，就是因为他去上厕所，他都会偷偷的溜去坐马桶啊，然后不跟你讲，然后就惨案就发生。哎呦，他自己会玩便便啦，对，觉得那个玩便便变泥巴啦那样，然后这个感冒最惨了。我们全家小孩全部都中奖，连妈妈我都中。然后最神勇就是，哎，爸爸没事耶！哇，对啊，我就觉得超人，这个神队友出现了，还是要留一个人照顾你们了。对，就全部的都请假，然后我们全部在家病恹恹，然后只剩下爸爸是身体健康，所以他要去买食物喂食我们。哦，又要买食物，又要照顾，又要带看病，又要什么？哦，爸爸辛苦了。